忍忍。那我们今天介绍我忍者必须死哦。那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后，我才发现呐、啊，哎，大家都还蛮推荐，就是我们那个苍牙的副手放一下我们的这个风功的。而且泽平意外的发现，我们泽平的风功世界无敌多，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武器啊，不要那么的这个执着，哎。你基本上慢慢的一直抽一直抽，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背包里面多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好不好？不过那也是因为泽平之前前一段时间那个花钱氪金抽武器的时候抽到的东西吧。你看我这边的风功哦，有一二三，哎，其实也才三把而已啊，但是三把应该也还蛮够的哦。哎，有一把在那个啦，有一把在那个苍牙身上，好不好？所以基本上是四把，那我们就给他突破起来哦，好不好？现在好像还蛮厉害的。当初瑞爷说这把世界无敌强，让他自己抽满，然后哭哭。但是他现在还是用得很爽了，好不好？所以苍牙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用这个风属武器啊，然后应该就会变得更厉害一点点哦。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泽平的那个深渊杖啊，也还没有升级升到满，然后我的那个村镇也还没升级升到满，反正就慢慢玩啦，慢慢玩，好不好？虽然我这样讲，好像大家会说怎么慢慢玩，你自己明明就有氪金，但是现在泽平也跟大家一样了，没办法氪金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好不好？共体时间了，好，我们这边先把它升满，好不好？56等，这样的话，我们的苍牙的那个攻击力应该就会变得更高一点点了吧？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然后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就是风攻的技能的话，我不知道要不要练，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对于风攻的一些看法，好不好？好，这边的话应该是 OK， 雷锤就全部给他吃光光了，不可能去玩阿力的，大家不用再讲了哦。好，来这边的话56等，然后村镇的话也是73等哦。村镇我在考虑要不要再升，但是我想要把资源留给那个之后的武器啊，因为我主要来说还是练那个小蕉跟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灵比较多哦。好，没有问题，又有12个这个风石头啦，就要点点天赋啦，好不好？哇，这个这些都没办法点了，我好怀念我当初可以大大点特点的时光哦。泽平你怎么了？你现在什么都点不了哎、欸。哇，好废，没关系。好，我们这边进来看一下这个风攻到底会不会增强我们很多东西，好不好？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的风攻世界多。哎、欸，那我风攻是不是还差三把、啊？对不对？差三把的话就可以就是那个满那个了，满他的那个能力了，对不对？对，三阶，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突破的话，还需要再三把。然后他这边的话，技能是这个武器技能伤害加8%，有50% 几率可追加射出一只小型苍龙。哎，小型苍龙之死伤害增加，增加小型苍龙之死几率提升到100%。好，这个看不懂。好，不知道，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但是我看瑞爷用的还蛮爽的啦，好不好？没事没事，我们就慢慢先加强一下自己哦。来看一下宝物这边的话也是带了，然后我们这边先来玩一下我们这只小苍苍。我刚好按到家族那个邀请的，应该不会有人进来哦。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家族人应该都还在睡，那等待时间我们就先来打一下吧。来，我们直接好不好？突破来打 A 级鬼头陀，70等的苍牙，当初70等的时候打任何的这个宣长令的时候都还蛮辛苦的。我们看一下有宝物跟武器加成的苍牙啊，表现会如何哦 ？Go go go！ 来来来，吃小宝 ，Go go go！ 喂，好啦，快点啦，走了啦！我就知道那种就是雷哥在那边就一定知道打字，他们哎，是泽平嘞，是本人吗？嗨，出发！干嘛、啊？快出发！他意思嘛，你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次的话，因为我们有升级我们的风功啦，所以我们的威力的话，应该就会再往上提升。之前已经打到2000多了，对不对？这次应该我保底估计应该可以打到差不多也是2000多吧，应该也是2000多了。因为感觉他没有到100等的话，那个伤害应该都不会那么高哦。哎呦，这小宝拿的是风功哎、欸，哎呦，风功伟业哦。来看一下哈，准白、欸、不是准白，这个苍牙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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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A 级的，就是一开始这个哦，嘿，跳过去了没有问题，这只位置打了上千万遍了哦，哎、欸，怎么有人先死了喂，太扯了吧，来躺的是不是？没事没事，刚好可以让我们测一下啊、哦，哦2070，那、啊、怎么跟之前一样？2070 OK 了，哇，少砍一下，
这是不是也要很瞄准啊？天哪、啊！2070哦，我还没有到3000，我都觉得好像还好哎。慢慢来，慢慢来。2070，我加上风攻了啊，但是好像没有升级起来，好像没有升太多的样子，还行还行。先躺分，先躺分。OK， 刷刷刷。是我的魔风鬼魂，我记得这个还可以帮你就是挡这个弹幕哦，所以这次的话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啦，就是你可以就是刷回来挡他弹幕有没有，这样就让自己那个比较不会受伤。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会说苍牙很烂吗或什么之类的话， 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啦，就是忍者必须死里面的每一只角色哦，哦，忍者必须死里面的三只角色，就是苍牙、哈林，还有我们的那个小娇啊，基本上他们的那个就是玩法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就是保命的一些措施，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能力。像小娇的话，他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勾玉嘛，会有那个火魄嘛。那既然打到无伤的话，基本上那个火魄就不会消失。那火魄越多的话，你的攻击就越高，所以也是颇有趣的。那像我们林的话呢，他就是有一个那个全范围的那个扫除的那个九天收水了，好不好？那你就可以就是用它来挡一些那个就是弹幕，但是那个比较可惜的是他没办法自己控制哦。那像小娇跟苍牙的大招的话都是比较算是可以自己控制一些范围的，但是林的话有好处也有坏处了，好不好？那像我们这个苍牙的话呢，就是有这个抽插螺旋戟，好不好？那抽插螺旋戟的话它是可以拉回来来保护自己的哦，然后你也可以把就是那个螺旋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去闪一些那个弹幕，所以练起来的话绝对是对我们就是那个那个疾风模式啊，或是我们忍者城那件的话一定会非常非常好的哦。所以这件的话这边有一资源的话也是会来练习一下。有来说是蛮多观众朋友都是这边要不要练苍牙，要不要玩苍牙，你的苍牙在哪里，怎么牙牙牙牙牙大家都好像很喜欢看苍牙啊，我们就直接苍牙来玩一波了，好不好？我是觉得玩起来也是还蛮有感觉的啦，好不好？是还行，而且他又可以拿村镇，有没有武士刀，帅帅帅，有没有7？那目前来说升级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打这个 A 级应该也算是 OK， 只是伤害还是没有打得很出来就是了哦。有没有 S 级可以让我练练手啊？有 A 加啊，但是我们要47秒，好久哦。其实我那个没有开直播的时候啊，都要自己去抢这个，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你抢完一次啊，然后你可能就要再等个差不多1分多钟，然后当你看到在这一分多钟之内，你看到一大堆这个悬赏令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我怎么都进不去这样的概念，好不好？就会比较尴尬一点点。那其实像大家会发现，就是像我们这种有氪金的人啊，你要练那么多只角色的话，除非像瑞妍那种超级无敌大氪，要不然就是像这种我们那个就是其他大佬那么大氪，你才可以就是比较好的练习我们这些角色。你看像这边这一段时间真的没办法花钱，你看我要再练一只苍牙的话，我真的练不太起来。你看我们看这边等级就只有到70等，然后我也没办法再继续开天赋了。应该说因为我之前啊也没有就是说花很多钱，其实我跟其他大佬比的话，或跟瑞爷比的话，我算是花这款游戏花的钱算是比较少的，就只有上次那个抽那个致命小娇的时候比较夸张而已，好不好？那其实我是花的比较少的，所以我东西就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像我的那个灵啊，像小娇啦，小娇我一开始就知道有这个女角火鼠女角会出现，所以我一开始就把所有的那个资源全部都存那个火石头了，我全部都投那个火纹石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小娇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满天覆满那个。那像苍牙的话，因为我们也是玩了差不多140几天了，对不对？140几天，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需要一些那个资源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全部都拿去给那个给小娇了啦，所以也没办法就是让苍牙再过得这么爽。但是毕竟好不好 ？Lady first 什么意思呢？英文好不好 ？Lady first 女士优先。我们当然是先来玩女生，比较实在啊。那等到有就是女生用剩下的东西，女生用剩下的东西再给苍牙，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有没有机会？我不要打 B， 我要打 A。我们再看一下苍牙的 A 哦，有没有 A？给个 A， 拜托了，有没有 A 加？给个 A 加，拜托了。晚上不开直播就是这么的辛苦，好不好？开直播你才可以享受那个卷卷的那个卷卷的礼遇哦。你太烂了，你是说我吗？
抱歉抱歉抱歉，我太烂了，来个 A 吧。欸，怎么都是 B， 当我要 A 的时候都来 B 耶。好，没关系，我们再等再等十秒，如果没 A 的话我们就进到 B。 10 9 8 7 6 5 4 3 2 1，好，什么东西都没有，阿伟也进不去了，哈哈哈，哇，可惜可惜。好，我们下一张是什么我们就进什么，下一张如果是 A 的话或是 B 的话我们就进啊，如果是 C 跟 D 的话我就不进，敢不敢给我，结果在那边等了三十分钟都没卷子，就好笑了。卷卷快出来，大家是不是都没有买那个青莲啊，我不要我不要，给我 A 给我 A， 每次都没有买青莲啊，青莲不是会送那个吗，送 S 卷吗，怎么都没看到有人发，应该是说都拿给自己家族的那个人打了吧。不要 C 啦， A 啦，打一下字好了， A。 有人在爆速耶，欸，他们在爆速，太无聊了吧。欸，你们平常现在上课时间耶，啊，你们没事在那边玩然后在那边爆速，太好笑了吧，我跟你们老师举报你们哦，上课不认真在那边滑手机。欸， DCBA 有没有办法， DCBA， 哎呦， A 的鬼头， A 的一个头，哇，怎么是 B 的剑啊。欸，这样不合群欸，刚如果爆出一张 A 不是很好吗，什么 DCBA 有没有直接出来，我觉得进去好了，哇，来不及了，有咯，大家开始发卷子咯， B 的哦，好啦， B 啊， B 剑，哇，小欸，碎啦，好，还是赤金龙王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苍牙能不能打出一片天，虽然我们伤害很低啦，不过这次的话基本上我已经闪过蛮多次了，所以应该还算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可以直接来一波，来来来来一波，看看哈看看哈看一下哈，看一下能不能打出好成绩，反正闪过的话呢我们就用我们这个2000帮那个龙抓痒好不好，龙抓痒，阿一忍者折纸无影，你看风中抓刀，这不合群的，我们这边都是两字的，就只有你一个四字的，太不合群了。欸，有人名叫忍者，欸，太好笑了吧。来来来看一下哈，到底的威力是如何，可以可以可以。那大家可能会问哲平一件事情，说啊，哲平明明就有那个 skin， 你为什么不装起来？欸，那你就聪明啦，知道哲平下一部影片要水什么啦，影片水起来，下一部影片就是苍牙欣赏造型时间，笑死我了。来来来，2000多可以，闪掉闪掉。哦，四下完了，好可惜，我忘记他会那个直接飞天过来下第八了。啊，完了，可以可以可以。有啦，我们现在那个装备那些起来之后的话，是变得有比较机体有比较高强一点点。有啦，这边交给他们就可以了。阿一啊，忍者啊，他们应该是可以把这关卡给打掉。怎么两有人打1200啊？刷！刷刷，我撕下爽。那我是欧洲人哦，这把是不是欧洲之刀啊？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欧不欧洲这样子。给我开个大吧！好，哎，可以，哎，大招来了耶！魔风车轮，守护自己刷刷刷，来来来，你来啊，我也会很会抽杀哦。闪，而且这个很酷哎，就是你可以这样边闪边那个，我觉得还蛮爽的。边闪避边用你的那个魔风车轮去打这个啊，哦，啊，没有问题。哎，看来我们的机体慢慢的已经可以承受住那个 A 级的威力了哦，没有问题。哎，那这只会算什么？这只会逆 A 会算什么？你也会算 A 吗？欸，好像会耶，你也会算在 A 加上面哦，好酷哦。
好，那我们进化剑杖的话，就是让我们就是那个苍鸟啊，装上我们的风弓哦。我觉得我们风弓的话也是还蛮多姿的啦，好不好？所以就把它练起来了，好不好？那之后的话，就算抽到村镇或是风弓的话，我自己也是很开心，因为至少就是可以再装到我们就是那个角色身上哦。那最好是可以让我抽到苦无跟那个祝龙跟那个朱雀，那最好，好不好？哎、欸，不，朱雀先不要好了，就是苦无跟祝龙就好了。好，那对于就我们的苍蝇还有一些什么看法或是一些玩法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一下了，好不好？那我是徐片，再见喽，大家拜拜啦！